多謝你們，沒有拉我們，沒眼光啊你。其實很多朋友想看我們兩個人現場激戰的，所以就沒有人投輸我們，女子座輸了，不過不要緊，我們在現場表演給大家看，是啊，為激戰扯頭髮黃斌都沒有這些東西的，我們當然就激戰這部電影就來這裡打擂台給你看，我們希望看完這部戲之後，我們的周身肌肉就好像激戰的這兩位主角張家輝和彭于晏這樣激戰，沒錯啦。咁當然啦，嚟到現場啦，好多人啊，後面啦，所以咧，我哋依家就要揾人支持我嘅喺邊度？支持阿咩嘅喺邊度？喂，支持我嘅阿咩？支持我嘅你，換翻要呢度，係係冇錯，我哋要揾人支持我哋啊，冇錯，今次我哋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支持我靚仔，支持我，嚇、啊！支持我嘅啲咩？用者不敗，記住。